红队的外线倒球非常的顺，张子毅三分球出手，吴强胜 pull up three good， 他这么准，不准不准不准，对啊，哦，张子毅 quarter three 拿到进攻篮板球，外线又一个。胡祥镇，胡祥镇个人的第二记三分球。哇，胡祥镇 ，He's a shooter， he's on fire， he's on fire。他在三分线上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，就是准，很恐怖。当他一抬手要投三分的时候，是哇，又投了又进了。小胡啊，小镇弟弟，金城武。Another three！ 哇，连续下起三分雨，连续三记三分球。胡祥镇又来了，我的天哪！四个。胡祥镇个人第四记三分球又来了，外线又是机会。聂天成个人第二记三分球命中。好球！哇！今天红队投了多少个三分啊？